应该很熟吧？我才刚，我昨天才刚玩而已。常看人家玩，有一些应该懂吧？啊，没有，看归看，玩归玩哦，没听过吗？哦，也是。对，你看起来大家玩都好容易哦，然后自己玩的时候是雷的跟什么一样。我觉得你一开始应该熟悉那个按键了吧？等一下，我现在爬到别人车上。我看一下，很超帅。看其他八级。哦，花了发。有路人要跟我单挑我是说那个 NPC 的。啊！来啦，来自由搏击赛，妈的发！好，叫你！First blood。叫你爷爷，踢你烂趴！耶，他的车是我的。哦，我靠！不是一般拿枪指着车子都会停下来吗？怎么我拿的时候就直接被撞死了？被撞的。有的会紧张啊，这样撞。发科啊，又被撞了。哦，我靠！应该不会飞出去啊！靠呀！我才刚讲完说应该不会摔出去，我就摔出去了。妈的，就想 get 好远哦！其实我比较那时候橘猫跑过来，要靠 U 啊！后橘面猫那车跑撞我第二个啊！double 哎呦，kill，那个 TO 啊，小包会灭。不要一直撞我啦！快死掉啦！你上车了，PP 呢？然后这样没灭我，他灭你干嘛？他没有灭，他灭你也没有用，只要你让他 double kill，哇，double kill，在干嘛？啊，怎么死掉了？我来处决。你的处决我已经死掉，你是后处决怎样？你有买保险吗，香港？没有。那个保险的同意人签我，谢谢。啊？受益人签你？你在哪？你在哪？我去接。我在爬树。喂，不要撞我！我也有断尾啊，再起来啊！我要去游击队里。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只刚跳出一下窗户。又关门。啊靠！又啊！啊！天桥，左手怎么进操场？这是天桥，是自己的，直接免费，你只要花钱用包。如果你怕跌倒的话，你可以按拿枪拿出安全条，阿迪拉。我哎靠，真的到上面干嘛？哎呦，滑下去了！去啊，下来教我。为什么？靠右啊！不要射我啦！哪里？好啦，我下去。来来来，我要到，来，等我个十分钟。算了，我带你们走别条。我帮你们打警察啦，完全。带你们走比较快的。你在警察圈子。这里啊。对。啊，哎呦，下面的枪战能怎样？阿狼嘞？下去。啊靠！又摔。哎呦！我帮你们打警察，你们快点去。现在也是才行，基本上摔一下我也再见。有，你坐到屌王上，马上下来就可以，只要坐上去就成功了。快点，坐上去它就会显示。OK 了，下车，走了。你不用上，我不要下吗？你不用下。好，你要走去哪？要走去哪？黄色路线，照黄色的路线走。好，走，go。我先说，我驾车技术有待加强哦。紧张什么？你们上面有一台在护你们。那可我马撞不到了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那我可以尽量撞哦。对了，你撞就好了。你们不是我，我你们空中有一个那么猛的。好，我先去那个地方啦。不能酒驾。我看一下，之前酒驾不会罚那个九万块。哎呀！哦，都快罗飞了。哦，要我驾车技术那么神，还可以开去边边。还有潜力啊！我知道你要升，你想要？我还有能力。哦，现在车子有这个遥控功能，停车啦喂！好，停车了，后排加就过来加。
讲哦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给我开，给我开。哎、欸，那个谁啊？在停，在停车，停车。好激动啊、哦！你们。好，你下车，你下车。好，我下车，我下车可以。啊，你来后座坐，你来后座坐啊。我觉得我开车开得不错啊。我知道你开得不错，可是你好像不太会看路。我要试看看，我还没试过哎。好，可以想试。他的脸好爽、啊。要不要给一个新手，被一个新手赢过？不可能！我、哦、靠！哈哈哈哈哈！新手自杀。黑龙车，我操！你是个老手。啊，有够简单的。我是极老手。好，现在干嘛？你拿着枪瞄准他的屁股干什么？我们哪有像这种人吗？你们现在第一个破是什么？先跟我讲，讲什么？是选那个英文字，然后确认那个吗？选一组数字那个。哦，干那个很简单嘞。然后第二个好像是英文字，一格一格，一排一排的。不是那个，是全部都是数字的。对啊，数字的下一个就是一排一排英文字啊，而且那数字超明显的，好不好？你为什么非得拿枪瞄准人家的屁屁、啊？哦，像这种人吗？我怎么会做这种事呢？我只是拿枪瞄准而已，防有敌人出现而已、啊。真的哦，站在他后面一直瞄着他，你不要跟我讲。哎呦，哪有那么脏？开台之类的。哦。Round one, fight！ 应该是打不到了。哦哦哦哦哦哦！哎呦哎呦！哎干，我死啊我死！要平淡日子直冲。啊！哈哈哈哈！哎、欸，你怎么一个160几个人？强、欸、龙、啊、6等，然后我先帮你挑一个比较廉价。黑龙要让他买那个吗？老皮那一件。那一件最简单一件，出任务也比较轻松。而且那一件是最便宜，就是旁边是工地那一件。哎，没有，那个是没有子弹的，那个别子弹，别紧张。好，我去接枪。不会啦。可以子。哎呦，靠腰。就是想要挑风景。来，听我讲啊。这种莫名其妙死掉了。要死！东西啊，等一下，讲话我不清楚啊。哈哈哈！哈，你赶紧先把车开走。你觉得看最便宜的好？先把车开。你倒车好吧？哎，你看你背上有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靠右啊！不要这样用啊！我在选车，你给我在那边。这还是谁的？我跟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台我，我老公，我操！为什么会叫到后退？然后我在那边看老半天。丹丹这套房子，我现在右，现在我右手边现在盖的是那个地下。我们已经来到了，你有种就连 cookie 一直炸，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啊，你有种就连 cookie 一直炸 ，cookie 把他赶下车啊！在我，在我，我开远一点你就没用。项目，哎，让我坐，我打给西门，他只有两个选项，一个叫请求开始跟一个关闭，快点。也不多。那你先挂掉好了，看他等一下会不会主动打开。哎、欸，我到了，抱歉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不是我，好。在主角位。又在主角我了啦。你要怪那个第一集哦，这不怪我。你那个爆炸键名就离你要按的按键那么远。还要按 A。变鬼。八。六等没有。因为想好现在六等啊，那没有，大家说七等。房子还是降成七等。那再结一场啊！等一下，我骑车骑到湖上，然后我就飞出去。那祥龙，你看你现在差多少？我看一下。你按力，然后等级扣一扣。还差2200吧。可惜我太晚玩了，不然的话，哎，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快点！去买你的房子啦！没办法，可以了，去做你的面包啦！上礼拜吧，还前应该上礼拜，他路口不好开放，就是都加满。干！我要回家，我不管，我要先回家。干，家是最好的避风港。家是最好的避风港。啊靠！我又，干，
你很烦、欸。在那边每次用。先和平嘛，先和平怎么样？和你妹啊！你在哪里和平的？你是杀人狂。那你有没有和平啊？现在有没有和平？妈耶、欸！都你一个人在杀，我根本什么事都还没干呢、欸。